咱们都是分开，然后从1967年我们开始的时候，好多考古学家、好多工程师在里面，他们发现一张纸上插画，在上面咱们画的原来太阳穿怎么穿，怎么连接在一起，怎么安装。所以从那时候，咱们有些张纸就是把他们找到了太阳穿，就是把它安装，安装好了，然后在1982年。公元后1982年，咱们在穆巴拉克总统的时代，咱们开这个博物馆，是这个博物馆的开业。现在我们进去里面，在这里挖土地的时候，我们下面发现好多船，就是放在这边。结果还有好多学家，咱们来这里是为了来。原来的木头就是这个，这是埃及的最大的太阳船。原来埃及人发现的木头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好多种。然后埃及人他们没地方，他们起了一个好房子，然后他们开始安装这个船。